14号系曾志伟嘅70岁大寿，超过50位圈中艺人纷纷到场，而场地入口就围上黑布，以防记者拍摄场内情况。曾志伟在接受我哋访问时，指场地有限，只可以接待200多人出席。圈中人我都唔敢嗌晒，咁所以就，但系都开心，今日嚟个个都好开心。咁准备今晚影一张，集齐大家咁多人一齐影一张开心相，呢个我最想见到嘅。今日都有个 dress code 嘅，就希望大家都着黑色同白色啦。咁啊，个都着得好靓。咁我因为想影一张好整齐嘅黑白相俾大家。系啊，七十岁喎，唔怕嘅，好开心。因为我觉得咧，即系颜色着得又单纯啊，咁大家开心，咁一齐咁多人一齐影张相，咁啊好开心啦。咁啊，今日大家都着得好靓。而在大合照可以见到，一众艺人都有以黑白色服装现身，当中有不少近年甚少在香港公开露面的艺人，场面非常热闹，媲美 TVB 台庆。而黄宗泽仲坐正寿星曾志伟隔离，可以见到当家小生的地位无可撼动。